哈尔滨红城。自家养殖纯蜂蜜。苏杭糕点。这是在什么上画？在扇子上画出来是工艺品。这还真是现画，画的还是柿子。秋天那柿子。这是街边就开始理疗了，按摩上了，这揉肩膀上。不过这现在坐办公室的确实是需要揉揉肩膀，按摩应该会舒服一点。